谢谢你们，我们明后天啊，就是我们。
拜三到礼拜天都有音乐表演，然后你们有空，你们不管在哪里，你们在台中就要来，然后没有在台中也可以锁定那个我们的那个，你 YouTube 搜寻那个台湾 Indie Music， 就是我们摄影大哥，然后黄石，他有帮我们做很多记录，那你们可以在家里就是关心我们。关心，好没有，就陪伴我们一起成长啊！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下课。